瑜伽达人的圈子里面有句流传的经典，身体不排毒，一年都在赌，意在说如果不给身体进行排毒，那么毒素就会在身体内沉淀，影响身体健康。而辅助身体排出毒素的最佳时间是在清晨，借助瑜伽拉伸，让凌晨肝脏所排的毒素能够快速被排出体外。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天天熬夜加班，不仅肤色差，人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在状态，消化不良等问题层出不穷。再加夏天天气炎热，热得没有胃口，体内毒素就不会那么及时的被排出体外。今天就讲讲如何在清晨做一组拉伸动作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让身体更显年轻态活力。一、竖式变体，体式图一。A. 保持竖式站立，腹部收紧，脊柱挺直，右膝弯曲，小腿紧贴大腿内侧，缓慢向上抬。B. 左脚脚掌点起，脚尖紧贴地面，保持身体平衡，左手臂向上伸直，绕过头部弯曲，右手不任意变化动作。C. 保持动作30S， 换另一侧练习，重复动作5次。二猫式，体式图二。A. 跪立在地面上，两侧小腿向后伸直，脚背紧贴地面，腹部收紧，手臂向下伸直，手掌五指张开撑的，保持身体平衡。 B. 身体缓慢向前倾，直至腹部与地面保持平衡，头部和颈部往后仰，保持呼吸平衡。 C. 保持动作 30S， 重复动作5次。 3. 俯卧撑式，体式图 3. A. 俯卧在地面上，腹部收紧，双手在胸部前方五指张开撑地，吸气，整个身体缓慢向上抬，直至手肘保持挺直状态。 B. 膝盖保持挺直状态，脚尖着地以支撑身体的平衡，保持呼吸均匀。 C. 保持动作 30S， 重复动作5次。 4. 托马斯旋转电梯式，体式突刺。 A. 平躺在地面上，双手向下伸直，五指张开，臀部离开地面，右腿放置在左腿上方，上半身躯干往前倾，直至腹部与地面保持平行。 B. 腹部收紧，吸气，利用全身的力量将整个身体往上抬，脚掌扣紧，保持身体平衡。 C. 保持动作 30S， 重复动作5次。练习注意事项：头痛、高低血压、失眠者静默过度练习，颈部有问题请不要将头部侧向面朝上，而是保持颈部与脊椎平行，看侧前方或者看向下看地板的方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